Rosa 都生啲喊啦，Rosa。hold 住費事俾人話啦。但因為即係睇住佢哋成長，同埋對上一次喺呢度係宣布要出街啦，咁大家都未曾俾大家認識。咁但係而家今日翻嚟呢度就已經哇好多 fans， 大家都好支持佢哋，咁所以係好戥佢哋開心咯，真係。我自己就好感動，因為譬如都想講其中一位學員啦，咁Lyman 啦。因為 Lyman 其實我都很明白他自己的心態，因為我自己記得我嗰時幾年前翻嚟 ，Action 幾年前，十年前翻嚟香港參加比賽，中文都不好，而我見到他的進步是很大，而他係真係啱啱前日出的訪問是全程都是講英文，啊別再講中文，一句英文都不俾他哋講。咁但我見到他嗰個進步，同埋他真的很想係融入呢個市場，同埋希望他係即係。睇嚟緊更加多啲機會啦，因為我見到今日係有好多人支持佢啦，咁所以但我哋所有嘅學員都好開心，係啊，即係好多人認識啊。係啊，係我同意啊。最緊要見到佢哋嘅成長啦，咁無論係歌，佢哋多咗歌迷嘅成長啦，同埋佢喺台上面自在咗啦，即係例如頭先講啊 Nathan 咁樣啦。他竟然跟現場觀眾互動，喂那些呢，他平時是不會這樣的嘛，的所以我看到他們各自各都比之前上次的記者會自在了，這個是很開心的，看到這個成長。我想其實我們私底下有時候傾偈啊，又或者我們可能會有些聚會啊傾偈，同埋我想都是經驗啊，你多了歌迷之後呢，你多了支持者呢，你的安全感會大了，就會覺得啊我 有人支持自己啦，就會開始做到自己自在了，這個是最重要的，我覺得是。是啊，終於播完了，很開心啊，每集都很擔心，即係我自己就即係知道我自己都係成日會被討論嘅一個名字，因為可能節目裏面太多嘢講啦，我實在係跟住然後所以我自己係到後期咧都有少少覺得可以剪我少啲㗎，真係唔介意啫。係即係平時睇翻自己節目會好似係有啲搶口喎咁，但係確實自己私底下咧都係好中意即係容易啲去到即係特別見到個場好似冇乜人講嘢喎，我就會好驚 dead air 嗰啲咧，我就會即刻喂點啊點啊！好彩有你喺度，係啊，多謝你。都唔係個個頂得上，但係好彩佢頂到，佢頂到。如果我同 James 一齊，我諗佢應該一早就心諗好煩啊呢、這個女人。唔會啊，講多啲啊。係咩？唔係因為我自己就比較靜啲嘅。咁所以就通常我同 Rosa 都好，因為 Rosa 有好多嘢講嘅。我咧就咧即係全程咧，我好投入佢哋表演，即係我全程咧，我個口都係咁樣擘開。我同 Jay 有啲似嘅個狀態，都係望住咁樣。好彩有佢哋喺度咯。佢哋喺度啊，好多。有冇要平反？即係承認係當時嗰個情況咧，即係連工作人員見到，即係製作單位見到我個手速咁樣嘅情況咧，都等我擔心嘅，即係都有同我哋講話，喂，要諗計喎咁樣，咁所以就有實施咗呢一個行動係啦。咁我亦都喺呢度咧，鄭仲同 Rosa 同阿 Jay 峰講聲對唔住嘅，即係我係講真嘅。當時有少少嬲嘅，但係我已經係 forgive 咗你啦。哦，多謝你，多謝你，因為我好記得咧，我當時咧終於有少少激到 J 峰嬲咧，我嗰下個心係覺得 yes， 好嘢 ，J 係啊 ，J 峰終於鬧我啦，好嘢 ，J 峰鬧我啊，即係我個心係想造成呢個節目嘅效果。係啊，明白。因為我未見過 J 峰鬧我噶，係啊，咩啊？和頭走，我陪你一齊，我都道歉，因為我有份煽風點火嘅，係我提議嘅，有啲嘢係。我覺得我哋咁樣一個 combination， 真係其實就會有一個咁樣嘅火花，咁所以其實有呢啲小情節出現咗，咁
人開心人唔開心，咁但係好小事啫嘛，咁好快就過咗。同埋我哋本身自己都熟嘅，我哋有 friend。我哋已經原諒咗，我同嗰陣已經原諒咗。多謝多謝多謝曬，多謝曬，感動啊！好感動，多謝你哋。成個節目最感動嘅呢一刻。係啊，呢一個咁咪放大呢種。冇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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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喊啦！唔係啲乜嘢好大件事，即係嗰刻咁，梗係喂我想爭佢啊嘛，咁佢又想爭佢，所以。我覺得呢、這個即係節目就係咁樣啦，大家都好想為咗自己嗰隊爭到人才，咁呢個我哋原本咧，我哋原本咧都好想要阿 Nathan 同埋亨仔。亨仔啊！但係因為佢出埋招就算啦算啦。亨仔我冇，亨仔我冇啊！哎，唔好講啦，唔好講啦，算啦。亨仔冇，亨仔冇，亨仔冇㗎，真材實料㗎，亨仔㗎。喂，你頭先話原諒你就唔好再補嗰啲啦，係啊，你講咗原諒。又撩翻起啦！係啦，又撩翻起啦。一人半分，同埋分一個，跟住揀一個啦。但係好難，因為真係要揀到嗰日嘅表演人。揀下啦。真係嗱，我哋十強咧，我哋可以十嗱，我哋以十強去到十強咧，都哇！我哋點解嚟嗰間房啊？我哋喺嗰間房兩個鐘頭都揀唔到話，應該摳邊個？哦，係喎，係好難。嗱，同老實講，即係對我啲我哋嚟講，勝負真係唔重要嘅，冠亞季都唔重要嘅，最緊要佢哋做到自己嗰個嘅。嘅水準啊，咁就 OK 啦，所以係啊，我哋由 day one 開始都話勝負真係唔係好重要，最緊要做好個 piece。你都見到十個已經有咁多支持者，咁所以呢十個入面，如果冇勝出嘅，我相信佢哋都會繼續用佢哋嘅方法俾大家看見，俾大家聽到佢哋嘅歌，然後呢班人會繼續支持，同埋只會越嚟越多。咁所以真係唔關勝負唔係最重要。我支持 Rosa， 支持 Rosa， 支持 Rosa 追風係 Rosa 攞冠軍，耶！到了到了